家还记不记得去年欠了大家一个瑞士录音的成品呀？这不就来了吗？出发出发出发，那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就出现了。在瑞士我们错过了火车。哎，上错车了，下错站了，现在重新上火车，已经是8:30了。在瑞士差一点点走失了。没低呢，他对焦失败了。
aussi tard un plat qu'on appelle Gujeng, c'est Yingshuan Peng. Thank you.